无聊眼睛里面，可是我还是不会脱，不用，等一下有人上来，我们会叫他脱啦。哎，不，来来，不要，我还想活着离开这个地方。然后，今天很开心能够，包子可以帮我拿一杯水吗？我以为我的水在台上，因为就是因为今天我们，谢谢，包子变大了，没有啦，谢谢大哥。我们要开黄腔，你们不要那边，然后很开心啊，就是今天因为我那时候也想说嘉宾要找谁，然后每次都找蛮大咖的，我就有点害羞，就包含就是有一些人就在问说，有一些可能就不知道，原本不知道廖文强是谁的、啊，然后就会问说，廖文强什么人啊？为什么台北可以请到蔡明佑，然后台中请到李国毅，高雄请到陈振哲这样子？嗯，谢谢喽，谢谢那个，对，今天我不是骄傲，就是就平常就可能傲娇，你要这样说也没错啊，没有啦，对，我今天是用一个调音器一直跟我作对的状况，然后。没机会就我有，谢谢。好，然后今天其实是巡回的最后一场，然后我昨天狠狠的睡了个饱。我昨天真的，我不是 po 完文跟大家说，明天有什么抽奖活动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 po 完之后，我12点整就睡了。很早哎。长大了，文强长大了，我真是难得十点睡，因为平常都是那种天亮才睡，在6点7点啊之类。然后昨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忙起来就觉得要早点睡。哎，为什么讲到这边来？然后我今天请到这个嘉宾啊，要把你带回来了。对，我早点把这个嘉宾这一 part 赶快唱完啊！要赶车的赶车啊！回家报平安的报平安，逛夜市的逛夜市啊！记得我们今天还有一些抽奖在后面呢、啊，包含一些雨伞啊，跟什么有的没东西。如果你没有在，就算了哦。那接下来我们邀请，很开心能够跟这位同梯、当兵的同袍，能够再次在舞台上正式的合作。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国毅。Yeah， 我从这里出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没有，我现在，我觉得大家就是突然醒过来了。对，你刚刚暖场团结束了，那你等一下还有18首歌，你要记得唱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，就今天李国毅今天来站台，然后，我们就是要唱3首歌。对，唱一首你自己的歌，我自己的歌，还有我的歌，文强的歌，还有一首别人的歌，没错。好有重点的一段谈话的啦，我各个族群都顾到了。对对对，就是想听我的，不想听我的，没有不想听我们两个的，都会一起想的。对，千万不要这样子顾到了。然后，你是有代言乐高吗？为什么举乐高的牌子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没事的，他英文名字啦。我习惯了。好，你习惯了吗？对，好吧。然后今天，很开心能够跟国毅一起来演出。那今天我们。第一首歌要带来的是李国毅自己的歌，那这首歌是他当时一开始写完这首歌的时候，他就丢给我。第一时间的那个时候，这首歌叫做《In a Good Way》。那这首歌是，我那个时候拍我的《自由年代》的时候，答应给粉丝团破20万人吧的一个礼物。那我当初有，我也好想要破20万人哦。对吗？我还在讲话。啊，不行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太熟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今天是你的场了。这首歌的 demo 就是第一时间丢给文强，文强帮我做出了一个最初的轮廓。那今天是第一次我们两个合作在台上，想要演唱这首歌送给大家。你先再讲一下好不好？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处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再聊。谢谢。哇，好温馨哦。谢谢，我想你。
一起生日嘛。好。